赌王刚去世，奚梦瑶和尤军现身纽约逛街就被爆，网友毁三观。一传出，直接引起了网友的热议，而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家产怎么分配来的。而最被大众看好的是二房，因为何超琼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。不过也有人比较看好奚梦瑶和何猷君这一边，近日却有网友爆出了奚梦瑶和何猷君在逛街，穿着方面也是比较低调的，一件黑色打底加上一件黑色的牛仔外套，此外还有配文，内容是奚梦瑶何猷君一起逛街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偶遇了奚梦瑶和何猷君，只是何猷君并没有出现在镜头里。配文还提到了奚梦瑶全程买买买，而且几乎都是奢侈品牌，而何猷君就在后面提着购物袋跟着。赌王才刚去世就出去逛街，对此有人表示毁三观了。不过之后就有人发现这个偶遇其实是很早以前的，现在发出来很可能是为了蹭热度。